以引導式教育理念教育肢體生產學生。引導式教育着重全人發展、教育及學科整合，有實主動學習。而學生需要為中心。引導式教育有以下學習特色：一、整合學習，以貫通式專業模式將教育及治療整合；二、流程學習，每一個時段都有學習同訓練嘅需要，將學習套論最大化。三、實景學習，以生活及用藥社區為基礎，重實踐中學習。四、自主學習，按個別需要設計唔同策略同方法，讓學生可以自主及主動學習。喺學與教方面，本後致力發展探究式學習，再配合多形態教學及分層工作子。 以傳播、小組、個別方式按學生個別需要定立學習目標。探索學習原理，透過虛擬實境嘅體驗同互動，提升學習興趣、刺激思考、深化學習體驗。喺復康治療方面，本校有物理治療訓練，按學生唔同嘅體能情況安排大肌肉嘅鍛鍊，並且每日進行分組早操。 職業治療訓練透過訓練同輔導科技嘅應用，提升學生喺生活中嘅獨立同應變能力。言語治療訓練着重提升學生嘅溝通同社交能力。經過一系列實康治療之後，同學都可以充滿自信喺社會獨立生活。本校設有生涯規劃課程，以活動實踐方式提升學生自信心、培養責任感以及學懂規劃未來。 例如送愛行動，能學懂關懷，貢獻社會；如菜共生計劃，能學懂尊重，反思生命；一人一服務計劃，能學懂責任，服務他人。Eating Cafe 市場銷售活動等，能學懂堅毅，敢於嘗試。配合生涯規劃，本校學生有好多參與社區活動嘅機會，而當中均有突出嘅成績。 本校為有需要嘅學生提供宿舍服務，以舒緩家長嘅壓力。宿舍度會配合同貫徹學校嘅教學同治療模式，為學生提供個別化嘅照顧同教導。治療師更會參與前屆宿舍小組活動。本校設備完善，設有校園電台、智慧症及視像資源學習室、感覺統合室、智能家居等，為學生提供優質嘅設施。 本着校訓立己立人、達己達人嘅精神，同學們都可以進展潛能，貢獻社群。